时为在每三举中华民国九十二年公元2003年深邃受鬼位4月14日宋王时随王西港御赤庆安宫管理委员会主委王庆方继全体委员乡科董事会全体董事主魏徐则定农3月20日黄俊雄十点四时秦师傅开始林国峰王爷琴台官方得意塑造船船长王宝庆虚呆大副邱荣华二副赵国祥王斗灯会首荣盛角头董事开卢主及有关人员八家将开始直神职水族镇接受金狮镇的祭白鹤镇九十六村巷众子民五十四柱前程上拜达天庭梨树一心少陈景衙门因其方九六村巷瑞气城一相见教乐生平儒家堂殿坐相位坐御赤代天巡狩第七十四科香鬼位年教典遵循古礼规范二根阎王教科仪四九十六村巷团结一致建造王船天后色庄严开古香壮素文武王教五点义正入馆开馆热烈进行平安顺利待其随王驾按查出巡驱除世纪瘟疫十四五月十七日四月到正后群 FARS 快远离随进辖境子明年以谈煞色变十八日十五日立之绕进第三日灾八节有神修赐福符为十六五月良辰吉时神人忌讳聘请天师门下全国首席陈道长荣盛宏开启王大典赵张科十九日恭送金宫宝恭请千岁爷大中军府门天兵天将开光点眼赵本宣金起开天门众子十八名香万里五月二十一日抚其赵千岁二王登高庆安宫御赤代天巡狩封千岁大王将领主少九十六村巷大团圆高纬道向东南方叩拜谭千岁三王资源西港和至庆安宫两千零三年癸未乡科重要行事表